干嘛呀、啊，冯少？胖子被揍了吧？初夏，听我说，阿姨遇到车祸，快不行了，现在在医院，你赶快过来。喂，喂，喂，初夏，什么？初夏，说话呀，初夏，找到肾源了，好，好，我马上到。最后一点，我韩七路讲信用，但是做穷人也要讲原则。你神经病吧，七路。我爸怎么样了？正在里面做手术呢。你脸怎么了？没事，被一个疯子挠了一下。先别哭了，师妹。我们想想怎么。初夏来了，初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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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对不起，初夏，阿姨之前签订了器官捐献协议，现在。初夏，初夏，初夏。这位是？这就是李梅阿姨的女儿，安初夏。初夏，我是江圆圆。你怎么在这儿？里面那个是你爸？你个扫门星！初夏，你害我两妈最后一点面子，初夏，都是你爹！冷静点，冷静一下，初夏。我来看看你需要什么。需要锁门。家规，家里的孩子的门不许上锁。哦，我忘了，你不是这家孩子。对于你妈妈的去世，我理解你。支票收到了吗？
死了。好，那我直接说重点。我理解你，但是我不希望你留在我家。我可以再给你一张支票，上面的数字你自由发挥。批放完可以走了。那你当时死缠着我要那50万干嘛？初夏，你大半夜不睡觉来我屋子干嘛？你说你是不是有？看来屋子的确得锁了。我现在和女生接吻，好像真的不会过敏了。女生。神经病。